平常车辆行人最多的衡阳街，今天是最清静的一天，家家店铺休息，挂上了恭喜发财、初五开张的字样。年轻的人双双对对，层层行行拥上了西门电影闹区，使得行人路桥都挤得水泄不通。红男绿女们穿上了五颜六色的新衣，就是在炫耀着年轻的可贵，人人脸上都带着喜气，每家电影院今天都特别客满。老一辈的人拥向了明前东路的勤天宫，希望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吉利。他们虔诚地祈祷着，希望今后年年如意。儿童乐园是孩子们的天堂，过年也是孩子们最欢天喜地的时候。动物园今天有动物表演，同样吸引了好几万人。大家你挤我，我挤你，也觉得特别好玩。挤来挤去，看看表演，看看动物，除了快乐，似乎没有任何的烦忧。人人都在今天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和好的开始，度过了愉快的大年初一。